学什么课吗？对呀、啊。今天是要做什么？做做纸盒子啊？约盒、啊，约盒。那这是要装什么东西呢？随便你啊，看你要装什么。哦，随便说你们的造型的，你们的那个都不一样哈、哦。对呀、啊。那都选一下比较卡通、比较可爱的东西。哦，对啊，喜欢可爱的。那这第五八的家看起来会不会很难做？不会、啊。还蛮好做的。对、啊。那这是第一次报这个野谷巴特课程吗？对啊。那怎么想报这门课？因为我喜欢乡村风的感觉。嗯。我感觉很自然、很舒服这样。对，喜欢风。那现在没有做？有啊，在这里。做起来了。这里。非常的美。已经做完一个成品了，才开学第三周而已。对。还没好。要做几个成品？现在还要衣架。衣架。对，再来做衣架。啊。大姐算是已经是驾轻就熟啊、哦！对对，好像大家都以青蛙为造型哎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自己选自己的。那你怎么想选择青蛙呢？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啊，这个挂钩有时候放在小孩子房间活泼一点的、啊。